电视不看，关掉了。不想听这些，关于为什么要叫人家听呢？听那些广告。不求解脱，以此三界火灾。随着大苦不移灵魂，所以我佛界慈悲莲座十念，十念，我为众生之物，您把其苦难
到200点的位置啊，就刚好最高到199.99，只差这么一点点，那就在午盘过后震荡稍有整理了哈。但是呢，中小型个股的部分今天也出现了哦，有一些震荡修正，包括最近很强的什么 IC 设计啦、生技股的部分呢、啊，有些个股在贵买市场当中啊出现涨多休息。好，另外呢，今天最强势是在这里，真的吗？大家期待已久了吗？9月份、10月份就要解封了吗？今天呢、啊，最抢眼的是观光类股，涨停板的很多，尤其是这些旅行社概念股，易飞网、凤凰、五福、三富旅游，今天都攻高到涨停板。哎，可以看到是不是国庆解封啊？另外呢，还有航空股啊，华航也涨停哎哈。前几天呢，震荡整理，长荣航也是，今天都来一根大涨的长荣飞棒，涨幅呢涨停到7%啊。来看看是不是题材正热，有机会呢再冲一波、哦，留意一下。好，再看到的是今天电动车这个区块也很强势，加州通过了一个法令，这个法令呢是对油车啊判了终结令嘛，好，到了2035年可能呢就全部要禁售燃油车，电动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利多汇聚，台股的电动车概念股也非常有冲劲，今天很强很强哦。再说到的是个股族群当中瓶盖股里头，台股的部分能不能够有苹果飘香？今天先看这档指标股大力光、玉晶光，今天是先有光了啊！大力光挑战2000块钱，但是尾盘没有站稳，是1985收盘，涨了40块，至少有反弹。虽然今天有外资报告调降平等目标价，但是呢，也无碍于它今天往2000块挑战的机会啊。它现在是股后了啊。另外是玉晶光，玉晶光股价表现强，开高走高，收高上涨21块，收在426块，涨幅呢也有5%。瓶盖股部分可以留意，有在点亮的位置。台积电在台股今天是贡献很多，占有34点的这个贡献点数。上涨4块钱，112块。台积电今天站上了本周的高点，下礼拜二它有继续回来，大家也都关注。今天市场还盛传说，明年1月啊，可能就要调高所有代工的价格的涨价了。不过台积电说呢，不评论价格的问题了。是啊，鸿海、联发科今年也都有涨，所以也看到大型龙头股好像有一点点蠢蠢欲动的味道哦。会不会啊，这个礼拜强势的涨停个股，快下礼拜要换人主流轮动了呢？这点留意，尤其金融股的部分，下礼拜也是重头戏，就是有好多好多的法说会在下周呢要登场。好，这是今天台股的小盘，帮您先做解释，特别先说到了台股鬼门关，今天真的关了啊。这是民俗月，今天呢是最后一天，明天呢进入到了哈、啊，这农历的8月就过了鬼门啊，过了鬼月了啊。但是下个礼拜要面对的问题是月线跟季线会不会强碰？我们看看台股的月线跟季线真的已经开始快要接近，快要碰头了、啊。那是不是有可能在下周要碰头的时候，种猪苦了，大拔河拉锯这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点之后呢，要？种种诸苦，这个问题先请教回顾大哥，你怎么看？上礼拜怎么看呢？非常清楚啊，因为现在季线一直往下扣底，月线就持续往上走。那至少上半，它应该月线跟季线要交叉的话，必须有一件事情要发生，一定要涨到300点，以及所谓长红出现才会发生。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它没有办法达到交叉的效果。那会不会出现？今天节目很辛苦，高兴。好，待会会说了哈。还有呢，说到台股这一波是不是开始准备啊，出现一个转折？这两天真的有转折吗？然后呢，会不会进入到所谓的西波反弹？西波地上啊，都是很疯狂的，到底有多疯啊？待会呢，也请教各位大哥了。但是呢，有人担心说，这个礼拜、都强中小型个股，那些生技股、IC 设计股、车电股、车用股，轮了一轮之后呢，今天比较明显。是三放大一点了，放大到1000以上了。下礼拜会不会主流小换大呢？有这种条件吗？会走？我觉得小换小的就有机会。东对小换大有点困难，为什么？因为虽然说今天量有点出来，走说从近期的一个均量，水国际股这个情况的话，我觉得大股要连续性往上冲的几率相对有限。好，小换大不可能嘛，只能小换小嘛。真的就是如此，这里面都是强势小股，尤其是贵
百指数你看看差一点到200点了，对不对？今天呢是差多一点点，早上最高是199.99啊。好，立刻请呢伯杰上来告诉大家，真的不只能决战中小型个股吗？连外资也是中小型个股吗？国外指数已经这么强了，此一还在这里月季线纠结啊，变它都已经站上波段高了。那我们怎么看待？到底现在法人也在决战中小型个股？没错，凯明得到一个重点，它都这么强了，难道下个礼拜还继续强吗？我觉得还是会涨在这里，还是会啊。我们把时间拉长一点哦，你可以发现到哦 ，OTC 是目前所有指数里面，它告诉你一件事，它是最有机会什么来挑战这里跟年线的指数。那你看 OTC 现在里面有哪些重量级的焦点？第一个，生技股，对不对？再来，很多中小企业设计也在里面。我请问大家，这一些是不是最近最强的？这个礼拜最强的什么 IP 啊、技术材、生技股，对不对？对，没有错。那你要想嘛，今天虽然有点高档稍微在换主流的这个现象，但是整体来看，OTC指数有没有爆大量？没有，其实没有。从这一根大量爆完之后，到今天你看它的走势都还是相对稳健，而且都是沿着五日线在走。所以正常来讲，来。OTC 要跌下来，除非来个很大力都开始涨，早盘爆裂，不然正常来说回到五日线，我觉得就有撑。所以我的结论是这样，下礼拜加权指数它就是一个区间，那可能主流还是在中小型，还是在中小型个股的部分，但是中小型不见得全部在柜买，加权市场当中也有很多中小型个股，其实也比较强。但是我们就分类哦，如果外资这两天回来买。会是投信自营商其实也一直在买超台股，但我们怎么从中小型个股当中去看分外资跟外资的喜欢的标的比较好？我想外资因为我把这个所有资料抓出来，你会发现一件事，外资比较喜欢买什么中型，它不要太小的，比如说大概股本介在20亿到50亿中间，所以中型的这些业绩股啊，你去抓资料，大概都是外资最近8月份以来在买的方向。那这显示一件事，外资比较偏重什么流动性，就是说你要稍微有点变化，才有办法上下起手。好，那如果我们以族群来看，外资在这一波买什么比较多？跟汽车相关的，不管是车电啊、车用部件，对，然后电动车都有，生技里面也有，纺织股也有。那再来，电子里面有什么？有网通的，有车电的，有手机的，有供应链的，这一些是。外资在整个八月份，它比较偏爱的一些方向。那另外投信大家都知道，因为上半年绩效太差，对不对？那九月要干嘛？九月就是作战啊，第三季真的最后一个月。第三季九月份绝对是投信在上半段，我判断它会往上做。会。可是往上做完之后，你不能说啊，往上做我就一股脑全部先为什么？因为有可能就要结账。所以。九月份一定会有做账的机会，但是你要去观察，它是做完以后是还是有继续打底。好，那以投信来看，我觉得目前投信比较偏好有10亿上下股本的公司，中小型一点。对，产品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抓出来，你看前10名里面了，投信重压了什么？半导体上游的 IP， 细制材的股票。我举例，比如说利旺、M31啦、四星 KY 啦、智元啦、创意，全部都是在买。对，有。怎么会最近那么强？强到现在的情况之下，今天是有一点拉回，但是我们看看这个 IC 设计股的部分拉回。其实就是拉回，创意跌比较多啦，是就1%-2%了啊。会。今天都很强，像M31、利旺、智元、四星、创意啊，这一列就是了，就是你刚刚讲的，都是投信在爱的最爱的。那今天怎么这样子？好，我们一个一个稍微看一下，你就会知道了。好，我们先看创意创意，如果你时间拉长一点，你会发现创意的位阶在 IP 里面它最高，它时间再长一点，它几乎是在什么？几乎是在历史新高的附近。它回到这个位置了。那时间缩短你会发现，其实今天量稍微出来，但是对比到前面的量有没有很大？没有。好，我们看3035的智元，你看智元，今天虽然大家量有没有放大，也没有。3529的利旺，今天量有没有放大？好像也没有，对不对？3661的这个四星 KY， 量有没有放大？没有，也没有，对不对？再看M31，
MCI 今天的走势很亮，因为它今天被关紧闭，是的，所以被关起来，对，好，所以你看看到现在结论，你觉得有危险吗？哎，好像还好，拉回量缩，卖方洗手，对，看起来还好，也就代表说今天很有可能什么，早上受到这个费半大涨3%的影响，冲高，可是盘中刚好传来一些比较新的讯息，哎，资金就什么从半导体稍微撤出，跑到今天很强势的族群去，是好。另外哦，投信它在传产里面压什么？压生技跟纺织。那你有没有发现？纺织对不对？生技对不对？好，然后还有什么？半导体相关跟网通，还有真的有网通。所以你会发现哦，外资跟投信买来买去，生技、纺织、网通、车电，对不对？大概就是这一些族群，那我觉得你就要去锁定，就是说可能它到九月中下旬之前应该买盘都还会继续在这里面，所以我们刚才看哦，外资最近买什么比较多。好，那我先跟大家讲哦，每一个产业我都抓一个比较有代表性标了，对对对，网通你看奇迹股本接近40亿，外资在8月份买了33亿，买了4万多张，那你会发现，这个确实哦，重兵有在里面，有买有涨哦，对，这个有买有涨，你看时间长一点点，你会发现，其实外资从什么时候开始布局？6月之后，他就一路买，那最近是稍微买比较多，对不对？好，所以奇迹就一路涨哈，那到今天为止来，我们对照整个量价来看，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是哦，也就是说，这个平台大概在82块左右，不要来做跌破的话，我觉得它再往上创高机会还是有，今天就创高啦，只是创高拉回了量缩，啊，量缩，跟刚刚讲的 IC 设计一样，拉回量缩洗手了，对，这样说，好，今天继续创高，好，这是奇迹了啊，另外美生技的美食哦，你看哦，它的股本26亿多哦，外资买了18亿，买了1万张，美食这一波也是哦。一路慢慢往上走，好，那到这边肯定开始多了，对不对？好，那今天稍微要警戒了，今天出量了，对，量有稍微出来，而且连续1、2、3、4、5根，连续5天的上影线，这就告诉你，对，你只要往上一拉，就有人倒给你，往上一拉，有人倒给你嘛。所以像这种股票啊，这个应该是十日线哦，大概在172块的位置哦，这个不能跌破。短线只要一跌破，这一根长棒低点一定会来回撤哦，那你就会套了。好，所以短线类似这种走势的，你就要稍微就要小心，要警戒哦，不是说全部都可以跟哦，因为它最近这几天稍微转慢，开始转慢哦，这个外资转卖了哦，但之前是一路冲上来的，但连续几天还有留上影线，就要小心哦。现在可能转到别的生技股去了。对。好，上品在上品有这个半导体耗材的化工股哦，因为这个公布出来 EPS 非常的亮眼，是哦，这个前7月大概都赚12块，你看外资买了15亿，哦，那股本多少？才8亿，这是这5档股票里面外资买到股本最小的一档，是哦，那你刚才买了4800多张，然后看它的走势哦，你会发现，哇，确实。真的是很彪悍哎，对，很彪悍。这个不止外资啊，如果下面有换个投信哦，投信在最近，你看也是有来探一探，也就是说2个法人都有进来买。哎，这种可以冲成这样，你看哦，这个几根红 K 已经算不出来了，这样子冲到382，那如果往前看是250哦，从250开始一路涨到382，这位置点外资投信还在买的话，那我们。怎么敢跟啊？现在我说真的，第一个哦，因为你有没有发现每一天几乎都是红棒，对不对？对啊，而且都没什么缺口，对啊，就代表一件事，因为前面他买，他根本手上没有货嘛，所以他只好硬着头皮一路往上买。这种怎么找得到买点？好，那这种的买点哦，第一个短线你当然不能追，为什么？因为到今天开始有缺口，这就代表说，哎，极短线大家已经开始受不了。你看每天这样拉，对不对？拉到最后我开盘我就抢，前几天是挂高买啊。对，前几天是我开盘我看一下，你看这个还有开低，对不对？我开盘我看一下，我都还有低点可以买。今天不是啊，今天一不管了，不管3天2夜，直接进来买了哈。所以正常来讲，380到400那中间哦，一定会有个比较大的压力。再来的话，你看跟50天的乖离开始扩大，对不对？好，所以这个你就要等哦，大概回测这2天的这个红 K 的这个位置，你就去观察能不能守得住。因为正常来说，外资跟投信刚买，应该不会马上就大幅度的拉回。是，好，这是我们看到上品哦。那刚刚看到这样的情况之下，美食上品最近不要乱追哦，对，不要乱点哦。好，多
供养来车用的。好，车用，我想这两天这个版本也跟大家讲很多，我们稍微看一下图啊。你看供养它就是很温吞的往上走，今天还是创高，但是没有量嘛，所以这个我觉得问题不大，你就是沿着五日线做多就可以。那你看台版，台版也是哦，台版时间拉长一点哦。台版上次来跟大家讲哦，你看到这里，这个位置它。再一个月，今天有那个来呀，下午跟他们讲。嗯。